集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今天下午在台北市党部大礼堂举行，由台北市集会理事长陈清芬主持。在会中讨论了去年度跟今年度的决策以及新的工作计划，并且改选李监事。结果陈清芬、郑瑞山、林希俊、林鸿坛等25人当选新的理事。